听完了表演，我好像又更喜欢管乐了呢。哦，是吗？那我们一起来吹吹看吧。好。要把声音吹响，吹出去，观众才会喜欢。啊、哦，说的也是，声音出得去，观众进得来，苏寒发大财啊！我觉得还是让专业的来比较好。你想想看，下一组表演是什么？下一首曲目是由作曲家片冈宽津所写的《吉乐五重奏》，这是作曲家为挚爱的亲友们所写的乐曲。由铁琴独奏率先邀请大家进入夜的世界，接着再加上钟琴等乐器，形成如同繁星点缀夜空的美丽景致。之后更加入音色清亮的高音木琴旋律，使全曲充满活力气息，进入了下一段的情绪转换。由音色圆润和煦的马林巴琴营造出的宁静的氛围，在马林巴琴的独奏结束之后，定音鼓在领着乐曲走向一个欢快愉悦的气氛，全曲也在各种乐器丰富的声响下进入了尾声。那么就事不宜迟，现在就让我们掌声欢迎由陈书凯、陈新梅、洪子晴、范玉伟、许梅荣所带来的《急急急急急》。Thank you.
Thank you.